这边是青阳，青阳啊，青阳这边就是晋江武林寺旁边，晋江武林寺附近。晋江武林寺旁边那个青阳石鼓庙，顺正啊、顺正大王宫诞辰啊，明天是正日。明天这次今天呢就是很多其他很多地方进香团都过来这边啊。你要走吗？我看他们走哪里去了。我操，他爸上面去播啊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看一下，人挺多的，这上面啊。三零三呐，大哥。别慌，别聊了。对，好像要走了，几个？好像要走。今晚要去吗？今晚要去吗？要走了，队伍要走了，我们看一下，队伍要走了，我们跟着队伍走吧。哎呀，好挤！阿姨让一箱啊、哦！啊，欢迎欢迎天阳，欢迎天阳，欢迎天阳，浪汤天阳。他们这个团人挺多的啊、哦，好多人啊，这个团。晋江青阳石鼓庙，对对对对对，晋江这边啊，晋江青阳这边，石鼓庙这边。这地方可以站吗？这上面站得高吗？哇操！这上面站起来可以，这上面站起来啊！好多人啊，这边啊，人很多啊，你看，他们这个团肯定上千人都有啊，有没有上千人呢、啊？他们这个团啊。
对呀、啊，这边黑区蛮高的，是不是？它这里面是这样啊，好像没什么，有点暗暗的，有点暗暗的，黑黑的。走去外面都看得到了，走去外面。雷要吓死人了，路都看不到，这里走到大路就看得到了，大路就会看得到。出来就好了，出来就好多了啊！出来的话就比较光线就比较好一点了。打开手机光，我手机快都快没电了，还打开手机光。这人多啊，这边啊人多。现场人多啊，现场人很多啊，现场人很多啊，这边这个迹象有点早，不是半夜。它这边是晋江这个青阳石鼓庙，这个顺正大王宫是诞辰，诞辰的是明天正日，今天来自每个地方的进香团过来。应该要吧，啊，应该要吧，要。要去庙里，要去庙里，要去那个石拱庙。